是否准备战斗？不怕死的就来阻止我呀！哈哈。我的斧头吧，出现了，做好准备，我们必须抢先占领祭坛。看来你吃的苦头还不够多，我会消灭绿鸦王。哦，我懂你的意思了。
然再次出现了。想尝尝我的斧头吗？祭坛的人就能使用它，我说的就是你。收集。耶，丽莎！好了。那只身体看起来好好吃哦。也许你会一起死。食人妖完全恢复了。佐尔基想走就走。选择天赋。是食人妖的地盘，只能生气。很好，很好，让祭坛升起吧。让我送你上路。恢复了，你的魔晶真不赖啊。又出现了，快占领他们，英雄！战斗表现合格。月牙王无法阻止我攻占这里。死掉了，我得离开，想走这里赢不了。佐尔金又杀一个了。你的魔晶真不赖啊，了不起。我懂你的意思了。让绿鸦王尝尝我的力量有多厉害。选择天赋。想尝尝我的斧头吗？我懂你的意思了。想尝尝我的斧头吗？啊，这样好多了。
小影出了。战斗！让我揍你上去！哇，那只尸体看起来好好吃哦！去死吧！快夺取祭坛！别让我失望，多亏了你，我有廉耻可以收集。我们的塔击溃绿芽皇，这里是你应有的地方。开火！所向披靡，这样好多了。我在核心附近开启了一座通道，可通往战场中心，好好利用它。我先走一步。哦，我的英雄也会获得这份大礼。就照你说的。好准备，祭坛从迷雾中升起了。吃我一口！快占领祭坛，这样我们就能重创绿芽王了。厉害，跟着我的地盘。这里是圣大无双，全部射击。堡垒不见了，继续进攻。很好，英雄，启动塔吧。我们占领一座塔了，随便。我要暂时撤退了。吃我一斧！那些祭坛
来，就会是我们的了。为了阿曼尼，哈，我们办到了。快，别让绿鸦王的魔爪燃指祭坛。我们的堡垒没有了，我们被夺走一座塔了，我们的塔会击溃绿鸦王。让我送你上路。做得不错，双杀！这里是食人妖的地方。敌人的堡垒爆炸了，这是光荣的胜利。升起吧，跟着你就有很多原石可以收集。我们一起就是这样。六座塔都是我们的了，准备开火。大阿玛尼的塔，我们的堡垒被拆得死翘翘。夺取祭坛，别让我恢复的这么好，我得占点东西。赢了耶！我们永远是朋友。MVP。